好的，欢迎收视给你带来 Devil May Cry 5鬼泣5的这个游戏实况。我多少血啊？我今天，满血，满血的话可以打一打。还要叫车吗？叫个车，看一眼。好穷啊，啥都买不起。行吧，去粉丝群艾特一下。If you're done, get moving. I'm gonna have a smoke and then head out.来打 boss， 这 boss 上来打我一趟。If the fool would persist in his power, he would become wise.哦，他怎么可以突然打我？哦，哎，别呀。这死得也太快了吧。哎，哦，往后跳是格里芬。我死了。哇，真的没打到。然后疯狂输出。但是我没血了呀。哦，哇，他，我根本也看不到他恢复的这个前摇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刚刚打那个三头蛇，三个头，
三个蛇的头的时候打太慢了 ，DPS 太低了。A phone. I wonder if I can reach that woman.哎，哇，他这个有点不讲道理。哎。我怎么没办法瞄准他的头啊？没血了呀。哦，这个螺旋桨。哎，过分了呀！他第一阶段被打了太多血了，然后他三个头总是不能同时打完。A phone. I wonder if I can reach that woman.哇，他就死了。哇，我把他的攻击打断了。
哇，他是给我降低难度了吗？哎，这都能被打中。哦，螺旋你的螺旋斩，然后那鸟就没了。不是，我想打那个头啊。不是小姐姐，是小哥哥。然后把这个打掉，你好呀，奥特曼。然后把这个打掉，我就是小姐姐，对，我一定是小姐姐，所以你没弯。感觉刚刚那波输出没打足吧？哎呦！快打他，快打他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，我要死了。范围取决技能，那个没学，那个我没钱，学不了，我好穷。然后我终于莽过了，我终于莽过了。什么叫才发现我红魂？啊，这段剧情应该是过了的。哇，怎么说这第二个难度下我也有个 A 呢？我拿了17000，我有22000的，可以买一点。打鬼区3个小时也太快了，鬼区太好玩了啊！那我们明天继续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这个实际。